欢迎收睇容易工作室频道，我哋有容易线上睇楼、香港人在大湾区生活、楼市分析、退休生活、美食探店，同埋内地装修攻略、家私购物、大湾区创业等优质栏目，即刻订阅我哋嘅频道啦！好，马上去片。湾区生活知多啲，大卫 Sir 揾楼租。今期節目咧，我哋同大衛 Sir 咧嚟呢邊揾樓，因為之前咧大衛 Sir 都仲未有響呢邊買樓啦。咁而家其實咧都想睇睇多啲先。冇錯。係啦，咁既然人響呢邊，但係咧之前咧就住響公寓嗰度嘅，咁我諗住咧其實睇下可唔可以響附近城區啦，跟住又揾得到配套成熟啲，然後價錢咧又唔使太貴，可能3000蚊樓下。又可以有個大間啲嘅屋，咁今日咧我哋就揾咗幾間咧，同大家上一齊睇睇西區呢邊嘅環境。其實西區呢邊之前你有冇嚟過咧？之前有，其實西區我覺得係比較舒服啲嘅。第一啲屋冇咁密集嘅，東區嗰度咧你會見到好多地方其實係好密集嘅，即係包括住喺嗰個叫咩啊，利和嗰邊。哦，人多車多。人好多，車好多，啲路又好窄。咁但係嘅時候咧，嚟到西區嘅時候，你見到啲路好闊嘅，同埋嘅時候即係感覺上高，即係大家。會比較似一個生活的地方咯。所以咧，我哋就比較好多朋友揾我，其實無論係買樓定係租屋，其實都先建議從中山嘅西區開始了解一下。我哋而家望一望鏡頭望出去咧，嗱前面呢邊咧就係中醫院。其實咧附近有醫院咧，你講真有咩頭暈身興去到？呢個三甲醫院嚟㗎。亞洲最大就係呢一個醫院啦。亞洲最大嘅醫院。亞洲最大嘅醫院啊！中山。收入最高的政府部門，跟住佢前面咧就有個好靚嘅濕地公園，再過去咧就係有市場，其實都係講緊行路十分鐘，行路十分鐘嘅一個位置。呢度咧前面望到而家前面呢度咁多樓，呢個就係我哋而家都仲有盤賣緊嘅，但係已經係從一期已經開始交樓嘅啦，叫做中旅彩虹。啊，咁呢個就係中旅彩虹呢個位置，呢個咧就係西區嘅小學。西區嘅中心小學，咁附近咧西區仲起咗個中學嘅，咁呢個鏡頭嘅原因望唔到啦。咁附近嘅入住率係超高，所以人氣係足，人氣足咧樓下啲鋪頭同飲啊、食啊、用啊、生活啊、買餸啊一應俱全，即係唔使話行去大商場，你行落樓都有。所以咧咁樣嘅環境，我哋而家先睇到呢一間屋，噔噔噔噔，全新冇住過人嘅，所有嘅傢俬沙發全部都係新淨嘅。呢度咧租緊咧講緊咧呢間都係2000-3000嘅咋。我知道你而家好抵，響嗰個公寓租緊可能都差唔多兩千。租緊嘅時候嗰個特別平嘅1280。哦。但係嘅時候咧，就任何電器都唔包嘅，哦、所有水路都要自己買。哦。但如果你平均嚟講咧，如果你租公寓嘅話，大概1700蚊到2000度啦。咁個地方就唔係好大啦，即係你會係一個複式嘅咁樣。上面就兩間房，下面一個地方，其實好細嘅啫。個環境咁呢度。性價比當然高很多啦，係嘛？而且住落嚟會舒適啲咯。係，我哋嚟睇呢一間屋，咁其實佢配齊嘅，即係到時候咧業主會幫你配埋電視。咁我同你介紹一下呢間屋啦。好啊，嚟啊！呢個90多方嘅一個三房嘅單位嚟嘅，咁其實對於大衛上嚟講，我哋平時自己咧去揾租屋咧，最緊要咧係新淨嗰啲嘢可以用，咁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呢邊咧。呢、这個膠類標準都係高嘅，咁首先你新淨咧，你就唔會摸落啲嘢都係有油啊，就唔舒服啊嘛。咁你話我哋自己嚟租住嘅話，这個面積係舒服 ，OK。佢出邊仲有個小嘅生活陽台仔，啊，生活陽台仔，咁係對流噶呢間屋，係對流噶。咁當然呢邊咧係天類似天井啦，不過就好闊落咯。呢邊呢個位置啦，就好闊落啊。OK， 其實呢個位咧，如果係講真，2300蚊呢個價錢。是 OK 的，仲有三房喎，我哋入去睇睇。咁啊，缺點咧，佢得一個洗手間嘅啫。嗱，呢度第一間房，咁呢邊出租屋咧就但求就比較簡單方便。咁其實咧，我哋睇視頻咧，有啲朋友介紹，就話：哎呀，不如你買張貴啲嘅牀啦，不如你買張電動 sofa 啦。你間屋咧，如果人哋租1500，你就可以租多200蚊1700租出去啦。其實呢個係唔得嘅。因為很簡單，決定呢個市場嘅價格嘅唔係你張 sofa， 唔係話你有嗰個幾大嘅電視，你就租貴啲。咁如果我嚟睇，有4-5間屋喺度，人哋嘅差唔多嘅，我租屋啫嘛，係咪？哇！你張電動 sofa 要我俾多200蚊一個月，調轉係你，你制唔制？
梗唔制啦，簡簡單單咪得咯，係咪先？係啦，簡簡，所以租屋都係簡簡單單。咁如果係話有朋友同你講，哇，你不如你升級下你間屋啦，升級下個窗簾啦，升級下個廚房啦，升級下個 sofa 啦，跟住可以租貴2000蚊啦，係肯定唔得嚇。唔好諗，千祈唔好諗。係啦，你洗手間。係啊，咁佢呢邊咧就都係鏡櫃咯，咁所以呢邊呢個就係第一個洗手間。但是他就有三間房，就沒有套房的，這個就沒有套房的，這個是主人房，哇，是不是超大，這個是主人房，這個真的很大的，整個主人房這裡，真的不是開玩笑。所以這樣的情況來說，我們從一間出租屋那裡，因為你多數都是租完，可能你會買，有自己的地方，你再去花心思佈置，前期就簡單一點。住下住喺呢度住出租屋有個目的咧，就係話我對呢頭我先熟悉先，係嘛？我熟悉咗呢頭，我真係住落嚟嘅感受覺得 OK 啦，咁我考慮喺呢邊買，亦都係一個不失為一個好嘅選擇。我都會睇翻有一間房可以俾我做直播間。呢度 OK 啊，因為其實出邊又冇人望到你喎，有光景嘅添。係啊，睇睇呢度就可以望到少少光景。有埋望到摩天輪啊，前面係望到摩天輪嘅。跟住而家見到個煙囱咧，其實係以前嘅中山嘅玻璃廠，而家會拆咗變成一個舊城改造嘅區域。嗰邊咧會係商場啊，即係或者係住宅用地啊，各方面就會喺嗰邊去發展噶啦。以後呢邊會有一條橋過嚟，就更加將東區同埋西區嘅連結埋一齊。連結埋，其實你翻嚟感覺到東區西區唔算係話有咩距離上嘅感覺嘅，冇㗎。只不過名係叫做東區或者西區咁樣喂，呢間你覺得 O 唔 OK 啊？呢間 OK， 即係你呢度住咧，如果你係望住內園景咧，就會好多。咁如果呢度嘅時候，頭先我哋睇過一個單位矮啲嘅，咁你望到個停車場喺下面就會感覺好雜亂啦。但係呢度高少少嘅時候咧，個感覺就差好遠。OK， 因為樓下咧仲有一間係平300蚊，依家2300，樓下咧仲有一間平300蚊，我哋而家落去樓下再睇睇好啊。喂。會，我哋又落到嚟25樓啦。咁呢度咧，上邊係2300，呢度就2000蚊。咁我哋睇下佢有咩唔同嘅地方。户型咧差唔多一樣嘅。左右唔同啫喎。係啦，鏡像嚟嘅。咁其實傢俬咧，可能呢個會老土啲咯，係嘛？舊啲啊，呢套都 OK 啊。你租啫嘛。係啦，你租啫嘛。嗱，個景咧。都是这个景的了，第一样都是这个景的了。哦，那里就是新起的中学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说西区会这么多人愿意入住呢？就是其实这边买楼的人一定会考虑小朋友读书的问题。省一级的中学和我们的小学全部都在那里有配套。跟着市场医院又齐备。那你生活其实讲这两样东西而已，就不是说讲行商场嘛。那特别这边因为揸车很方便。我要去商場，我禮拜六日同小朋友揸車就去邊個商場唔得啫？係啊，冇錯。去郊野公園又得，係咪先？但係你平時一啲簡單嘅嘢，生活配套就最方便就係呢啲咯。所以咧，其實我建議好多香港嘅朋友去選擇呢邊嘅時候考慮嘅，即係唔好第一時間諗商場喺邊度，樓下成唔成熟，入住率多唔多？附近有冇啲相關嘅學區配套？唔係話你要讀書，係你小朋友以後要讀即係人哋要買你間屋嘅嗰個小朋友。他以後他要讀書的話，他要考慮學區的問題嘛，係咪？咁啊，大衛 Sir 對呢邊嘅學區咧都有佢獨特嘅分享。下一次咧，我哋專門再拍一期關於點樣翻嚟內地讀書呢個問題。好啊，等於咁啊。同埋呢度嘅時候生活都唔錯，下面嗰度都有啲小食店啊，嗰啲地方啊，係啊，食飯都方便嘅。從五金鋪到藥店，各方面一應俱全嚇，唔使等，唔使等啊，非常之好。好方便，咁而我哋再睇睇個房間先啦。我同大家講講咧，如果你租出租屋咧，我哋幫個業主去睇個出租屋咧，關鍵要睇幾樣嘢嘅。第一個就係佢嘅熱水啦，因為咧我會頭先一入嚟咧，我留意到其實佢唔係用燃氣嘅，佢用儲水式嘅。係儲水式其實有個唔好嘅地方就係當我呢個而家細噶嘛，比較細噶嘛，當一家人幾個人去沖涼嘅時候，佢就肯定唔夠水用噶啦。咁如果我哋要用咧，我哋要試真佢係咪用得到啦，出水夠唔夠熱啦，安唔安全啦？呢啲就係我哋會同業主去考慮翻嘅問題。跟住廚房，如果去租屋咧，你要睇下呢間屋有冇人住過，即係有時佢講冇人住過嘅啫，係咪先？咁你又睇下啲油煙啊，呢啲地方有冇油跡，
咁就即係最簡單嘅一個標準啦。呢個冰箱好明顯就係業主用一個舊嘅嚟放喺呢間新屋呢度。係，好明顯啦，係嘛？但係對於我哋自己租用啊，即係睇翻個人嘅需求咯。喂，仲有一點咧，好多香港朋友話，我一定要我哋去洗手間睇睇，我一定要呢、這個馬桶啊，即係我一定唔要踎廁嘅。嗱呢度咧係坐廁嚟嘅。呢個係坐廁嚟嘅，係 OK 嘅。咁所以呢啲我哋平時幫業主去租屋，我哋都會充分考慮到呢個細節。咁誒睇翻房間啦，房間呢度係冇牀嘅。一般咧，如果我哋會問翻業主，其實冇牀會更加好，因為有一啲特別香港嘅朋友咧，就話我唔希望有咁多牀啊，你俾個房間我，我可以得下自己啲嘢。甚至乎我香港要寄啲嘢過嚟，我有個房間可以一箱箱嘢我堆埋，等我新屋。入房我搬曬翻去，所以又唔一定要有牀。咁呢度係冇牀嘅，你需要可以同業主講，佢可以同你加翻。冷氣用唔用得，亦都係我哋要 test 一個好重要嘅部分。OK。呢全部都未有配牀，呢啲就可以同業主講啦。好明顯係將啲舊嘅傢俬搬過嚟。係，但係啲白鏡都爛咗。係啊，你可以同佢傾下，喂，你而家咁樣再平啲，或者點樣嘅情況得唔得啊？或者你啲牀啊嗰啲都冇，可唔可以俾時間佢配啊？OK， 咁兩層你都睇過啦，或者附近啲區域都行過啦。其實大致上你比較心儀嘅係呢間，係嘛？呢間係個感覺係舒服好多嘅，因為左右嘅話咧，你呢邊嘅時候整體上高望出嚟開揚啲。同埋啲係大單邊，哦，大單邊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呢個大單邊，因為嗰邊望到個光景嘅位置係多好多嘅，望到成個即係外面開陽嘅呢一個環境。啊，呢邊係，係啊，呢邊係開陽好多嘅，都係望到呢邊嘅光個光嘅位置即係會比較舒服。同埋呢度嘅時候咧，雖然仲有一個好處嘅，廁所唔係對住間房啊嘛。哦，明唔明啊？你即係我提過一樣嘢，如果係廁所對住間房嘅時候，其實唔係咁好噶嘛。但係頭先嗰間咧就係、是、廁所對住兩間房，啱好擲住喺中間，所以就唔好啦。咁呢一間咧其實好正嘅，但係佢又係明廁嚟㗎，都唔係話暗廁嚟。唔係佢明廁，同埋佢嗰個沖涼個位置佢係合理嘅，佢唔係一個角落咁樣嘅，佢係一個咁樣入去咁樣，其實就。Okay, 即係舒服啲咯，即係平咁樣放嘅。咁同埋喺聽呢度嗰陣時候，你坐起上嚟嘅感覺，你都覺得係自在啲嚇。你坐喺呢度嘅都會好好多。所以呢一間係首選嚟嘅。OK， 好，咁而且2000元。係啊，抵玩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同業主聯繫一下，睇下到時嘅情況係點。咁希望呢一期嘅租樓嘅節目咧，係令到大家會明白到咧，原來我翻嚟呢邊有咁嘅選擇啦，邊個區域啦，可以俾到啲建議你啦。咁大衞上喺呢邊已經住咗，喺中山已經住咗有九月份到而家啦。係啊，九月份到而家大半年嘅。大半年嘅差唔多一年，仲三個月就差唔多三四個月就差唔多一年都嚟啦。係啊，喺咁樣嘅時間裏邊，我哋都最終都其實睇到好多中山嘅地方，都覺得西區係 OK。咁首先西區係 OK 呢個點，大家係。即係被多次驗證㗎啦，係啦，同意咗㗎啦。咁而家咧，睇下揀邊個樓盤，或者係想租住邊度，再細緻啲感受翻。冇錯。OK， 呢個好重要。多謝曬大衞常，唔好客氣，我多謝。將呢個過程咁，我哋都幫大衞常去揾到佢中意嘅屋嚟租，甚至乎買嚇。OK， 咁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拜拜咁多位。
湾区生活知多啲，旗江河边 Mango 同你慢慢游一游。今日咧，阿 Mango 嚟到咗中山比较重要嘅地标旗江河边。咁我身后呢个方向咧系边度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哋嘅欢乐海岸前面呢条路喺度整紧。依家咧，我就响整紧嘅呢一条旗江嘅河边咧，同大家去行一行。呢期咧同大家去盘点一下，目前咧响旗江河边啊有两个盘。啊，呢两个盘咧分别系叫做我哋嘅保家御风啦，同埋我哋嘅博达外滩，都系我哋旗江河边望江景嘅一个盘嚟嘅。包括对面大家可以见到万科金域南湾。同埋嗰度嘅金马公馆 ，OK， 远处咧都有好多嘅一个楼盘噶，雅居乐嘅星月啦等等咧，都会响呢一边。咁点解会去行翻呢一条旗江河边咧？第一，嗱，你而家睇翻我右上角嘅呢一张图咧，啊，你会见到其实沿住旗江河边啊，系有好多嘅楼盘响呢度去起嘅。咁一二手嘅价格咧，通过呢张图你睇到好清楚。啊，咁喺呢張圖嗰度咧，你會見到沿住旗江河邊有咁多嘅樓盤，但係一河兩岸咧就總有南向同埋北向嘅樓盤，價格相差咧4-6千元不等。咁其實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？大家都會中意南向嘅一個樓盤咧，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咧南向嘅樓盤咧，第一個我哋係喺北半球，所以咧太陽咧多數咧就會喺光照情況嚟講咧，就肯定係會照到南向嘅單位嚟噶啦。如果是東南，咁咪早上曬太陽咯；西南就晏晝曬到太陽咯。間屋只要曬到太陽，陽氣充足，咁啊陽光就更加會舒適啦。大家都中意揀南向嘅單位嚇。咁第二個就係響呢邊咧，南向咧喺夏天啊，呢度係吹東南風嘅。啊，我哋大家都知道響廣東夏天就吹東南風。吹東南風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前邊係有條江景，呢條江咧會吸收咗大部分嘅熱量，然後咧東南風一吹過嚟嘅時候咧。啲風就唔會太熱，所以咧，如果係南向嘅、東南向嘅望江景咧，又會值錢少少。所以基於呢兩個原因咧，響旗江河邊咧，你就會見到其實有南北向嗰啲江景房咧，價錢會相差比較大。而且咧，中山嘅旗江咧係一路都係佢嘅中心嘅地帶，包括沿住呢條旗江，依家你見到嘅旗江新城啦，就係喺源頭。跟住一路落嚟咧，就到我哋嘅歡樂海岸，然後過去咧嗰邊咧就係我哋嘅萬象城啊。咁其實沿住旗江咧，無論係商業定係住宅，都好多咧係好中意嚟到呢邊去做規劃。